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py， 今天马上就来玩我们的魔兽与巨龙。我们今天来去地狱探个险，然后我们顺便去看一下我们好像好几集前，我们就把那个黑橡木森林全部要染成自然之力的叶子。我不知道它现在已经衍生到哪里去了、欸。我们稍微过去看一下怎么样？我们做它，我们先睡觉好了。我们来去应该是这边吧，有，好像有一点点的改变，这边好像有一点点啊，但不是说很多啦，有啦，是有一点点在延伸了，可是也太慢了吧，可能是我挂的时间更不够久的关系，我可能要再多花一点时间，而且我发现我上次也有挂，可是疑似地图并没有成功载入，所以我并没有。它没有延伸过来，我可能要在这附近稍微待久一点，因为我们平常也不会来这种地方啊。好啦，它既然还没好的话也没关系，我们先准备其他东西。然后这个风声是怎样？台风吗 ？Hello， 台风？这里有台风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台风啊，怎么叫那么凄惨？来，请坐。好，走，我们来去地狱，然后来看一下。你是去流浪是不是啊？哈，是皮匠，2块钱可以换你的皮革衣服，好烂哦！我随便穿都比你高级，我还在那边浪费我的钱和我的生命，花在你身上，哼，我才没有那么好骗儿。我来挖了挖这个，我记得好像有人说，如果你想要讨好这个猪人的心情，你必须要吐给他们一块金，他们就会跟你很好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来试试看好了。给你 ，out。有哎、欸，他拿起来了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只有一只拿起来啊，其他只嘞，他是拿起来了啊，啊拿了，为什么还是想砍我？为什么？走开啦，好痛哦，太扯了、哦，好喽，走开，好痛哦。我给他们金了啊！我是看到一只猪布林看着我的金，然后就这样看了一下，然后就把它收起来，然后继续砍我。What？ 为什么？还是一般的猪人最好了。你看这些猪人都会打我哦。都拿一下那个红宝石。OK， 我再往下挖。我要红宝石，红宝石应该是可以做装备吧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它可以做，有啦，它可以做防御力还蛮高的。我们整套都换成红宝石装，我决定这一集我们来把红宝石装给收集起来，需要24颗，所以我们就慢慢找。这其实很好找，它不难。走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。啊，哎、欸、靠！看你哦，可以，我救回来了。可是 ，I'm a fire， 啊。呜呜，差点归西，吓死我了！没事。OK， 啊，没事啊。哦，那该死的狗从后面咬我，哇哩嘞！哇，不得了，那个地方真是不得了。我们还是我先做个帽子好不好？先升个帽子、啊，太危险了。这样子。OK， 至少有高一咪咪的防御，好不好？至少在这里，哈、啊，很好玩是不是？下去啊，换你啊，啊，我看你怎么传送啊，笨狗，就他妈的，谢谢，拜拜，我走了 ，ouch，OK，、okay, 跳，反正他们其实，不会一直想要追，好急了，我被吊起来了，就像弹簧一样，而且重点是两只在追求我。也没不好啦，就只不过有点晕，可以请你们不要这么的迷恋歌吗？歌只是传说，好不好？够了，不要再弄了，我要怎么离开这里？你们两个在争夺我、欸，你们可以稍微让一点位置给我吗？点火没用。哎，不是啦，哦，烂呢、欸，我就直接一直边走边找矿物啦，食人花什么的就、自己多小心吧。走，有了，你看这边其实都随处可见啊，很好找、啊，就很好找、啊，来吧，只不过就很难走而已啦，就是难走，围堵就是难走，然后又有一大堆该死的怪物会抢我的钱，
看了我的禁令之后就直接收钱，然后再继续追杀我是什么意思？这完全不是我料想之内的事情好吗？我还有一次可以结盟，然后当伙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跟猪和平共存。不可能，他们是猪，他们真是猪。迪闹，不好 ，OK， 好来，从这里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这一只不太一样哎、欸，好吃吗？啊，好吃吗？啊，很痛，不是我在讲，真的很痛。我要直接穿过去，穿来了，谁弄我？哎、欸，幽魂，幽魂，有幽魂哎、欸！好啦好啦，幽魂归幽魂，可是我还是得要把我的装备穿起来，穿 ，OK， 穿。为什么那个幽魂会想弄我？你不是我的灵魂吗？走开了，走开了，而且好恶心哦、喔！我看他死掉了，这里有，哦，谢谢。啊，这不能一起挖哦、喔。好了，慢慢挖。我、哦、这给很多颗，这个给很多颗，这样有11颗，11颗，继续找。我们从那边钻过去好了。好脆哦，好像吃饼干的声音。哦，开了，红宝石，滚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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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怎么那么多？哦、啊他是自己杀自己。嗯，哦，自己烧死了。我的火焰有烧这么久吗 ？OK， 死了，没事 ，safe， 继续挖。16、17、17颗啊，17没问题。17，这里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好好搜索一下的呢？啊，还有没有？给多一点吧，有看到了，那边，等一下 ，OK， 安全，18、19、20、21 ，OK， 21颗哎，其实可以做了吧，21颗可以做了吧，数量够吧，应该是够没错，但是我还是想要再逛一下下。我们多做一点，也许可以拿来做其他东西，其他道具，对吧？我记得红宝石好像不只可以做装备，看一下还可以做什么？还可以做铲子，做看起来很厉害的苹果，然后还有可以做剑，然后还有做剑矢头盔，可以还有一个叫做红宝石的那个斧头，伤害高达 9.5。OK， 哎对，还有一颗。好，走，我们回家，来直接做全套出来。首先是。胸裤帽，其实还可以这样，帽鞋 ，OK， 然后就丢，穿，吼，这什么装备啊？我看起来好像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很像肉块，看起来像肉块装，可是防御率确实是比较高一点点。我们就来去种一下我们的田，等一下我还有胡萝卜吗？不是胡萝卜，我要找可以吃的东西，可以种的东西。还是我全部都弄掉了。烤马铃薯，哇，完了，我好像真的全部都弄掉了、欸。啊哦，啊哦，我先去看一下，这里的田还在不在好了。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。哎，哇，双声道，好哦，很会哦，炸漆游戏就搞。我要去。我们飞到其他村庄去好了，我们飞到其他村庄去。这里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东西了。对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没什么矿物。我们还是等下自己去找吃的。走。我在想这些蜜蜂啊，如果说我们收集个大概100只的话，我可不可以被他们吊起来飞起来这样子？哦，不对，他们在睡觉。好，我也要去睡觉，我去抢村民的床睡觉。他是又在睡了，我看一下。Wake up， 谢谢。每次都在抢他的东西，有够坏，但是。我逼不得已啊，我要去找村民。然后他每次都会在白天的时候睡回笼觉，太赞了，他懂生活。来看看飞高一点的其他村庄那边有没有什么吃的好了。加速飞行。这里是，哦，冰欸，冰的环境。这里有一些雪屋啦，可是都被破坏掉了。
这里应该也没有村民在住。往这边飞飞看。不对啊，找冰的村民干嘛？就算有的话，他们也不会种东西啊。哦，有一个很奇怪的窝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里面好像有东西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右边，好像有一根什么东西在里面。等一下哦。OK， 请坐，等我回来啊。五、哦、一、嗷、嗷、stop、stop、stop， 这什么？九头蛇 ，stop！ 啊！等一下，太痛，我回家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不能回家，我要先记录点。对，我等等再想办法回去那个地方。刚刚好像疑似被喷了什么大量的东西，好像毒气还是什么的。哦，好险那个地方有记录点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回去一下。太可怕了吧！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那是九头蛇，没错。我不想理他，我们先记录一下点。好了，我们先记录一下点。这里是这里，然后添加有一个999，好不好？有一个999在这里啊，很危险啊，我们不要太靠近。哦，他们现在的那个什么攻击模式都是一样的吗？就是看到人之后就是狂炸狂喷，然后有什么招就放什么招，太凶了吧？太凶，我是觉得这样太凶。我只是想找村庄，我没有 potato 了，我想回去种个。回去种个马铃薯而已，凶成这样子、欸、要瘦，不管了，先去找村庄。呜、哦，等一下，好像有鸡蛇兽，我被鸡蛇兽看到了，哇，哦，我中招了，等一下，先休息一下。这边我记得这个地形很容易出现鸡蛇兽，嗷 ，stop， 等一下，嗷，我走，哦，在后面。好，等一下，传送。OK， 穿，然后剑拿出来。OK， 攻击。该死！这么难搞的一只鸡，这么难搞的一只鸡，哈哈，蛇，就是啊，那个就是鸡蛇兽了。哦，好晕哦。哎，还有一只哎 ，what？ 怎么还有？走开！这地形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，不是，他叫声也太可怜，好难听的声音哦。好啦，我是要来采集你们家的胡萝卜啦。你们家有没有胡？哎、欸，西瓜，找到西瓜了，睡，西瓜站，西瓜站，那边好像有小麦，怎么都种小麦啦？你们是？喜欢吃这种淀粉是不是啊？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哦。哦，这个有东西，绿宝石很重要。然后小麦，这个东西也要拿着。这是我们可以那个变成我们的提姆粒子的道具。什么是提姆粒子呢？反正就是可以自由放大缩小的那种身体上的配件的道具。对，那个东西一定要收集。所以这边都只有产小麦啊。啊，好啦，种小麦啦，不管了，种小麦。我也不知道吃什么，反正就小麦啦，好不好？我听你们的，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吃素。走了，谢谢，感谢，我要飞回家了。See you next time。感谢你，请休息，我们回家。怎么那么多苦力怕？差嘛，先跑再说。哦，为什么你可以睡，我不能睡啊？我狂按到他离开为止。不行欸，不能睡。附近怪物还是太多了，找个地方好了。这间行不行？可以，这间可以。好，先种田，巴豆腰。你不要给我干掉。他这个除开来的图案也改过了、欸，也不错了，更像农场游戏。好，搞定。还可以再一排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小麦给种上去。种。OK，
专业的农民，然后拿个木头把这边给围起来就好了。这边我再修一下，这边边边太丑。OK， 搞定，吃的 ，perfect。我们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小农田啦，只是要垫垫肚子用而已。然后我们有了西瓜之后，应该在下一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战士装备给做起来了，然后再收集一点钻石，我们就可以先生出一只。战士老鼠，对，战士老鼠需要这些东西，就是满满的钻石，一大堆的钻石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